波波星球，记得订阅波波星球泡泡哥哥的频道哦。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亲爱的你，你现在走在哪里？遗憾错过的快乐有没有被重新拾起？是不是抱着泡面声声叹气？在每一个约定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不过是同道的小弟，与朋友各奔东西后才感到生活不易。这些年不好不坏没有惊喜，奔波在城市里，陪着我的是那年二兄莫迪。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我愿意带你喝酒吃肉再唱歌。我的野摩托虽然有颠簸，别嫌弃，你会爱上它带来的快乐。我想奖励你来坐我的野摩托，我可以听你的故事写本小说。我的野摩托情商可高了，你要拴好小路别让它再乱撞了。现在走在哪里？遗憾错过的快乐有没有被重新拾起？是不是抱着泡面声声叹气？在每一个约定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不过是同道的小弟，与朋友各奔东西后才感到生活不易。这些年不好不坏没有惊喜，奔波在城市里，陪着我的是那年二兄莫迪。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我愿意带你喝酒吃肉再唱歌。我的野摩托虽然有颠簸，别嫌弃，你会爱上它带来的快乐。我想奖励你来坐我的野摩托，我可以听你的故事写本小说。我的野摩托情商可高了，你要拴好小路别让它再乱撞了。我是泡泡哥哥，在过去的15年教导超过10000名孩子儿童律动的经验，更让我深刻的了解到父母们的需求及如何透过律动带领孩子跳出黄金发展关键期。在上百位爸爸妈妈敲碗之下，创作这一堂幼儿儿童感官统合泡泡哥哥律动课，带你开心跳出发展关键期。在这一堂线上课程中，除了律动还有肢体发展相关课程之外，我也会手把手示范在家就可以和孩子进行的感觉统合小游戏哦。现在下单输入 POPO 可以享有优惠，帮助孩子掌握发展关键期。想要泡泡哥哥到你的学校拍摄舞蹈影片吗？赶快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BOBOPOPO 小老鼠 BOBOPOPO， 加入官方 LINE@ 留言你的学校，留言数最多的学校泡泡哥哥就会到你的学校拍摄舞蹈影片哦。记得订阅波波星球泡泡哥哥的频道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